今天是万圣节，嘉义市育人国小结合英语教学活动，将学校的穿堂布置成鬼屋，变成鬼怪同学爱讲出通关秘籍，一个一个领糖啊，搞怪欢度万圣节。学校穿堂变鬼屋，万圣节之天，嘉义市育人国小结合英语教学，师生变装鬼怪，参详中扮成吸血鬼，以及骷髅人的校长、家长会长，讲出通关秘籍，讨糖吃。学校经特别精心设计英文通关学习单，每节下课带着小朋友到鬼屋去探险、寻找，并且认识万圣节相关的英文单词。六年级的学生也家己制作一段万圣节英文每礼拜一句影片，主动主演，教大家念唱属于育人国小的万圣节歌谣，或专靠小朋友做伙小万圣节念歌谣。有关节庆的这样的一个单字也跟了解它的意涵，让他们在英语的学习就是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中去学习，快乐的去学习，然后启发他们学习的这样的一个乐趣。真侪小朋友披着黑色塑胶袋啊，披空摕着纸做成的剑，也阁有人戴着巫婆帽、面具，伫鬼屋内底群魔乱舞，大喊不给糖就捣蛋，玩甲真欢喜。校方表示，学习不应该局限在教室内，万圣节情景布置营造英语学习环境，也会当真欢喜的学习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